英雄联盟手游亚洲联赛精彩瞬间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 Nova Remake 的寒冰魔法水晶剑千里之外成功干克。寒冰这个位置，这个姿势，他接下来要干什么？想必各位兄弟已经猜到了。水晶剑出手，直勾勾往前冲。你以为这是要去上路吗？哎，一个直角拐弯，精准命中阿卡丽。酒桶反应极快，位移逼近，大招直接将其炸回。队友紧随其后补充伤害，以一支穿云剑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 Nova Remake 的塞纳敌魂圣枪，稳定发力，拿下团战胜利。团战一触即发，鳄鱼开大正面露头，酒桶肉弹冲击，先手开团，队友紧随其后补充控制与伤害，激活将其拿下。塞纳占据绝佳位置，在队友身后不断平 A 输出，蓝方出师未接身先死，已经无法正面迎战。螳螂绕后不成，技能全交，想要逃命却被塞纳无尽厮守禁锢在原地。还想跑？你也太天真了。本期第三名来自西贡 CESY1 的杰移形幻影，规避关键控制，斩获三杀。又是一波龙团，蓝方已经折损一人的情况下，站位也过于集中，给了布隆开团时机。在其放大瞬间，杰移形幻影规避控制，同时输出鳄鱼瞬域引杀阵，锁定目标，配合队友伤害将其送回泉水。此时布隆和队友脱节，战场已被分割，杰选择继续追击辅助，预判逃跑路线，再次换位落入喷射球国。鬼斩拿下人头后，杰从后方包抄已经残血想要撤退的塔莎，一闪接平 A 再接鬼斩将其带走，一击之力扭转战局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西贡 TF 低信的卡莎刺客之魂觉醒，砍瓜切菜虐敌军，双方难分伯仲，互相试探，赵信无畏冲锋，横扫长枪，先手开团。你这么着急是想回家喝水吗？盖伦第一时间回头支援队友，卡莎侧位输出，配合德玛西亚之力瞬间将其打残。赵信开启十相位板甲继续冲锋，卡莎保持安全距离等待技能 CD， 回头 A 紧接艾卡西亚暴雨拿下人头。此时盖伦还在正面追击，卡莎大招跃迁进场，两发平 A 带走安妮，极限超载向后拉扯继续输出，凭借电浆爆炸伤害，先后将几人全部送回泉水，这样开团岂不是白给？本期第一名是来自 Nova E 的剑魔无解连控，爆炸伤害轻松越塔收割。猴子被三人包夹，剑魔侧后方支援而来，直接开启大招，准备以一敌三。恶火树链配合两段暗翼利刃，将螳螂瞬间融化，剩下盖伦、鳄鱼两个大汉，伤害很高，跑得还快。剑魔不愿一人硬干，暂时后撤，等待队友支援而来。一三连招击飞留人，配合酒桶控制与伤害将其带走，拿到两个人头，成功替队友报仇的剑魔显然还不满足，竟然绕到塔后想要对盖伦出手。酒桶扛塔出击，先逼身位后挂点燃，肉弹冲击将其击飞，攻城身退。剑魔控制紧随其后，三段丝滑击飞，打得盖伦毫无还手之力。敢欺负我队友都得死。看下面，看下面，下面被堆了。我在靠，我在靠，我在靠。开一个卡特克，我在靠，我在靠。没人，我在靠，我在靠。干吧，干吧，干吧。我在靠，我在靠。都没进来，都没进来。你慢慢，慢慢，慢慢，等我，等我。我在看，我在看，我还在操作，拱搭墙子，别怕。炸坏了，炸坏了，别怕。上面两个，上面两个。往下冲，往下冲，往下冲，往下冲。看我位置。哎，哲尼出来了，哲尼。看我位置。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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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了，没闪，干了，没闪，干了，没闪，干了，没闪的，杀了，杀了，杀了。你过来，马子，你过来。他没闪是吧？对，没闪，没闪，没闪。OK， 那我直接 W。抢走，抢走，不用扛。不用看了，我知道。还是